Oh my god！我成功弄到一个超完美的。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上的小学节目就是三字经。那我们，我忘记三字经。弟子规，上人训，首孝悌，父谨信。我今天发型是不是很像小孩子？我现在声音是不是沙雕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现在是凌晨一点。我们要来做的就是可以吃的水，可以吃的水，可以凝结那个水，就变成一个水外面的保护层，就可以直接咬破来喝，就不用用 plastic bottle 了，所以就解决了这个事情。用这两个材料，一个叫 calcium lactate， 一个叫 sodium。一点半了，现在已经每次深夜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奇怪。现在呢，首先加一个 cup 的，加一 gram sodium alginate， 还有 calcium lactate。calcium lactate。加太多了，大概这样子吧。我不知道，我是春上班的，我不是理科班的，我不懂一克等于多少，也不懂这样子等于多少。随便啦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电话要没有电了，让他自己 lower power mode 30秒关一次。Hello。他没有 combine 啊。正常了吗？正常了吗？这样不太对吧？还有那种榨汁机用的那种，可是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榨汁机。放置15分钟。In a large bowl, stir 5 grams of calcium lactate into 4 cups of water. Mix well and dissolve the calcium lactate. 4 cups of water. 那我们先放这个。OK， 可以放置15分钟。现在已经2点了。啊！5 gram of lactate。来，我来敷面膜。很酷哎，它是。真的会融化哎，好神奇哦。因为我不是读理科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们来回答一些 Q&A 问题。最近我的人生都过得蛮不错。这影片是我在前几天拍的，我今天真的是发生了一个很倒霉的事情。你不要看我的状态，现在反正今天就是我要去 present 东西，可是我懒惰下去拿 pen drive， 然后我就放在我的 Google Drive 里面。如果我去到学校，我开 Google Drive， 他跟我讲我密码错了。跟我试了200轮，他还是不给我进那个密码，然后老师就想要扣我的分。我下课的时候，我又去电脑室，然后我就验证一下我的密码对不对，是对的，
我进到我的 Google Drive， 可是上课的时候我进不到一样的密码。你的头发好可爱，可以教学吗？可以啊，可是你们都不喜欢看。你200岁？不是，其实我才刚过3岁生日。祝我3岁生日快乐。Next question， 你是香港人，直说呀。我是。我不懂讲过多少次啊，后面那个简介那边我也是有放我是马来西亚人，不懂为什么每次都会有人讲我是香港人、台湾人。我感觉你好像疯婆一样，一直自言自语。你懂面对我的是 camera， 如果我不自言自语的话，就这样子。请问你的 sound effect 是哪里找的？你心里。 OK， 已经过了15分钟，看一下会不会立刻成型。不会的话我觉得很sad啊。有吗？有立刻成型吗？不懂耶，等待3分钟。 OK， 3分钟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没有成型。不过直觉告诉我我是没有。有耶，竟然有成型耶。 Oh my god， 为什么会成型？我没有想到会成型，完全没有。 Oh my god， 我要吃一下。就是水的味道。对，就是水的味道。它成型耶，它成型耶。 What like 再次强调，我不是理科生，所以我完全不觉得会成型。它成型耶，我吓到。可是我要做到圆圈圆圈这样，因为别人都做到圆圈圆圈这样。我又有另外一个，你越放越久它就越厚。这个有一点像某种形状。有听到奇怪的声音。Anyways， 他的水爆了。超完美的。这个超完美的耶。 Oh my god，你喝好里面的水，还外面的那一层皮就会这样子扁掉去。很好玩欸，真的超玩的。 Oh my god， 我现在就是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感觉，因为如果它真的是成型的话，我就会整个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。你看已经露出来了。这东西是我近期以来玩过最好玩的东西，因为它成功了。它在下一集点，那就是凌晨的2点半。OK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